企业合唱团献出对母亲的感恩与关怀，在这母亲节前夕，用歌声分享爱的礼物。献给母亲的音乐会，希望透过合唱团美妙的声音向天下的妈妈们致敬。不只有对母亲传达感恩之情的歌曲，在台南建成400年的今天，也以歌中剧的形式唱出对土地和文化的情感。透过合唱团用歌中剧的方式来重现当年荷兰船医还有金小姐的美丽爱情故事，相信可以带给现场的观众非常耳目一新不一样的感觉。合唱团也以一首日文歌曲向日本安倍前首相致敬，在歌声中缅怀纪念这位坚定支持台湾的日本友人。演唱会中也邀请到了尼布恩和宝来国中合唱团，带来布农族的古调组曲，向母亲献上感谢，表达思念。一连串布农族的一个古调的族曲，那其实啊，在里面很多都是我们长辈对于我们部落的一些小孩子的一个劝勉，代表着就是妈妈们然后看顾着我们的孩子。悠扬的合唱声在这个感谢母亲的时刻传达无远佛界的爱的力量。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民视新闻郑柏林俊明台南市报道。